好的呀，欢迎收看，我是你中国苍城。你们可能不知道，半个月没有看加粉丝流是个什么概念？一般我们只用两个字来形容这种状态。我们来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喜欢看我拍箱，可能是因为每次拍箱前都有一种小小的惊喜感。第一个粉丝礼物是啥呀？关于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你们苍老师我。我只是平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绅士而已，但我可不是一个变态啊！我很严肃的，对于这个胖子，我真的，哎呦，我真，对于这个胖子，我真的非常严肃。哎，来看第二个吧，这里苹果。哇，苹果手机哎！哎呀，鬼信你们有苹果手机！哎，老套路了，嘿嘿，果然，嗯，他给我寄了一个真手机过来，才怪是我手机。来，我们下一个，死神辣条。哇，这锡纸上都是油。哇、哦，死神辣条就这个样子，我就吃那么一丢丢，好吧？哎。啊，嗯，还没吃呢，没感觉呀、啊？不对，节目效果，节目效果。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这个写的 A 赏高版惠奈果啊，这是个手办，应该是。开心，哇哦！有请我们 Muse 的领队郭煌煌，锵锵锵！众所周知，你创作拿手办第一件事是要干什么？当然是看底座啦！哇，这底座制作的非常的精良，美轮美奂。哇，这圆圆的触感，哇，这白色的，呸呸呸，这紫色的这个圆盘，嗯，我回头再仔细欣赏。让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好，还有个棒子，完了，现在知道这个衣服是谁的衣服？这位粉丝什么意思啊？这位粉丝什么意思啊？这位粉丝，我操，是我，我操，是我，就是想赢啊！想劈枪！我知道前一阵子我做的那个不要头挑战里面放过这个小樱的 OP， 所以你就觉得我会 cos 他？我感觉很有必要再把话放在这一遍。我苍城这辈子都不可能逆装，别想！你们不要再妄想在视频里见到我任何一次。啊爸爸啊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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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说实话，有点像西部悍匪。看这个骚粉，我就有不祥预感。哇，又是个衣服，这个一看就能看出来，好吧？雷姆的 cos 服，终于雷姆，天道好轮回，苍天饶不过小苍城。就算这期视频点赞过3万，我也绝对不会 cos 我老婆雷姆。我好像又立了一个 flag。哎，这是个袜子？哦，不是，这是 cos CS:GO 里面那个悍匪的那个头套。嘿嘿。别人的悍匪都凶巴巴的，我的怎么这么滑稽呀、啊？嘿嘿。OK， 谢谢你的礼物，让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哇，剩两袋拉面。哇，怎么还有筷子啊？这个是哔哩哔哩的那个泡面桶。哇，之前还有粉丝送我拉面来着，现在又给我一个泡面桶。你们这两位粉丝建议你们当场结婚，谢谢。请各位观众现在在弹幕里为两位新人献上祝福。哇，包装这么严实。哎呀，不会是吃的吧？这为什么还有纸包起来？根本不想让我看见。哇，说实话，我不敢打开，里面万一是个虫子怎么办？你看这个盒子还这么密封起来，哇！它不会爆炸吧？我一打开，哎。啥都没有，就是个普通的小盒子。哇，洗的还挺多的，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好吧。
他买个买什么他给我们提嘛把这个你怎么给嘛给都丢的反正你个什么搞你的母亲你都干嘛对吧对吧我把这个干是不是有以超自己玩家哇一生一世我会把它放进我的棺材里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不吉利总之谢谢你这那你为什么还给我送酒啊麦穗风味伏特加还是俄罗斯的酒啊说真的你不好说我以前只喝过葡萄酒一尾一个不过这毕竟也是粉丝的一番心意我曹老师今天就为你破一次例好了不是这么苦的玩意儿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喝这个东西啊这就是俄罗斯酒吗这么烈不过我觉得我酒量很好喝这个应该不会哈你们这些观众说啥脸你们这是哪聊我的这是那我没醉啊哎不演了我根本我不喝酒还有那么多粉丝礼物今天这一期估计也拍不完还想给你们曹老师我寄礼物的可以私信告诉我然后可以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把这个视频点上去我是汤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记得关注